关注大马，掌握国际，欢迎收看 RTM 华语新闻。您好，我是刘振业，马上带您关注焦点新闻。我国的单日新增病例563起，其中一起是输入病例，其余都是本土病例。其中沙巴占了291起，槟城141起。今天再增加6个感染群。雪龙布城和沙巴落实有条件型管定，沙巴从13号到26号，雪龙和布城14号到27号。国内疫情持续蔓延，为了解决前线人员不足的问题，卫生部决定以合约方式聘请将近2000名卫生人员，加强人手对抗疫情。国防部高级部长 Darshi Ismail Sabri 今天宣布，国家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决定，在雪兰莪、吉隆坡、布城和沙巴落实有条件行动管制令。沙巴州的有条件行动管制令从13号午夜12点开始，到26号为止；雪兰莪、吉隆坡和布城则是从14号开始，到27号结束。受影响的民众可以照常上班，但是不能随意跨州和跨县。Antaranya adalah menyekat pergerakan keluar masuk rentas daerah seperti juga baru-baru ini tiada rentas daerah. Bagaimanapun seperti yang saya sebutkan, pekerja-pekerja yang perlu merentas daerah perlulah menunjukkan pas kerja dan surat kebenaran daripada majikan. Begitu juga kemasukan masuk dan keluar kenderaan-kenderaan yang membawa keperluan asas juga dibenarkan. Walaupun perlu mereka membuat permohonan dan laporan dan permohonan kepada pihak PDRM. Bagi individu, setiap rumah hanya dibenarkan 2 orang saja untuk keluar daripada rumah yang bertujuan untuk membeli keperluan makanan. Semua institusi, semua sektor sosial dan aktiviti agama dan juga sukan ditutup dan tidak dibenarkan. 他说，雪州、吉隆坡和布城的所有经济活动如常，工厂可以照常运作，但是民众不能随意跨县，要跨县工作的人公司必须出信。此外，宗教场所和学校全部关闭，社交活动如婚宴必须停止举办。国家安全理事会将会在官方网站公布详细指南。他补充，沙巴州的有条件行管令和针对性加强行管令和雪龙区的大同小异，也是不允许跨县。想要继续营业的中小型企业和工厂可以向沙巴州的灾难管理局申请营业准证。来关注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截至今天中午12点，我国的单日新增病例又突破500起，达563起确诊病例，其中一起是输入病例，其余都是本土病例。其中沙巴州占了291起，槟城监狱感染群暴增141起，雪兰莪69起，今天再增加6个感染群。同时，我国今天新增2起死亡病例。截至今天中午12点，我国新增563起确诊病例，其中562起是本土病例，一起境外输入病例。卫生总监丹水诺伊尚指出，今天新增的562起本土病例，有291起在沙巴州，槟城141起在监狱感染群，雪兰莪69起，吉隆坡28起，森美兰12起，吉打10起。今天新增6个感染群，2个在吉隆坡，1个在沙巴，1个在雪州，1个在柔佛，1个在布城。目前我国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6220起。我国今天新增2起死亡病例，累计的死亡病例增加到159起，2名死者都是来自沙巴州。卫生部指出，单日痊愈出院的患者有109人，目前累计康复出院的人数有11022人。目前还有多达5039名确诊病患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98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29个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国内的疫情持续蔓延，为了解决前线人员不足的问题，卫生部决定以合约方式聘请将近2000名卫生人员，加强人手对抗疫情。卫生部长德瑞阿罕巴巴表示，卫生部目前已经向公共服务局和财政部申请有关的合约聘请计划。阿罕巴巴指出，这项约聘计划是政府在关怀人民振兴配套下所通过的政策。申请增加工作人员的领域包括研究人员、护士、医疗助理、环境卫生助理、医疗实验室技术人员以及负责财务与运作的行政助理。他表示，这些新约聘的官员将会驻守在医院、诊所、实验室、各县市的卫生局以及卫生部旗下的全国危难准备及应对中心。另外，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肆虐，他们也会被安排在全国的隔离中心和入境处执勤，以确保疫情期间所有入境事务能够顺利执行，包括新冠病毒检测和隔离等安排。阿罕巴巴也强调，目前卫生部已经动员现有的医护人员前往急需人力援助的州属和卫生机构，加入前线抗疫的行列。雪兰莪利扬高尔夫球俱乐部昨天发现11起确诊病例之后，今天再新增12起确诊病例，使得累计确诊病例达23起。执法单位决定在该俱乐部的员工宿舍落实加强行管令，长达14天，从今天午夜开始直到25号为止，涉及3栋大楼，一共597名住户。巴达林在野县景区主任 Nick Azani 今天上午亲自到现场视察，并向媒体指出，在加强行动管制令落实期间，所有住客都不能离开宿舍范围，访客也不允许进入封锁范围。Pihak KKM akan memulakan saringan pada hari Rabu. Buat masa hari ini dan esok dia akan buat line listing. Line listing ni dia kemaskinikan senarai-senarai mereka yang akan disaring lah. Kita ada 597 yang tinggal di sini. 300 lebih daripadanya adalah warga negara asing, saya difahamkan. 358 warga negara asing, 239 warga negara. 他补充，加强行管令落实期间，当局将会派出20名军警人员驻守利扬高尔夫球俱乐部员工宿舍的大门。他也证实，警方昨天接获卫生部的投报纸，利扬高尔夫球俱乐部出现确诊病例之后，没有遵守卫生部的指令暂时关闭，昨天依然营业。对此，警方已经派遣一支队伍前往有关的俱乐部展开调查。他说，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269条文以及1988年传染病预防及控制法令第22条 B 款条文展开调查。雪兰莪仁家龙华小一名学生疑似感染新冠肺炎，为了安全起见，校方宣布即日起关闭学校一个星期，直到10月16号。和该名学生有过接触的80名师生和校车司机也必须接受病毒检测。据了解，该名疑似感染的学生是在10月7号时被送往双溪毛弄医院进行检测，不过目前依然无法确认学生是否确诊，因而引起不少家长的忧虑。对此，仁家龙华小校方透露，校方日前已经收到县教育局局长的来电，表明虽然该名疑似感染的学生的检测报告还没出炉，不过教育局建议暂时关闭学校7天。因此，校方决议即日起关闭学校7天，直到本月16号，并且在下个星期一，也就是19号才恢复上课。万金州议员刘永山表示，县卫生局今天已经派出医护人员协助该校师生进行病毒筛检。根据县卫生局提供的名单，该校共有80名师生因未接触过该名学生而需要接受病毒检测。至于不在筛检名单内的师生，他表示，相关人士如果想要筛检，可以到任何政府医院、诊所或私人诊所接受检测。另外，校方也已经在全校范围展开消毒工作，确保做好万全的防疫工作，以维护师生和职员的健康安全。
雪兰莪沙登新村华小二校证实，该校一名五年级的学生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目前该校已经全面进行消毒，而校方将会进一步汇报最新的消息。由于雪州沙登新村华小二校早前传出校内的一对兄弟因为姐姐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而被安排隔离及接受病毒检测，在检测结果出炉后，卫生局证实其中一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根据该校的通知显示，两兄弟分别是就读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其中就读五年级的哥哥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而弟弟则呈阴性反应。因此该校恳请各校提高关注，校方将会进一步跟进和汇报最新消息。雪兰莪巴生南区落实有条件行管令第三天，本台记者前往当地考察，看看当地居民，尤其是巴沙的摊贩，有没有遵守政府颁布的标准作业程序。下来一起看报道。为了控制疫情，政府宣布巴生南区从10月10号起到23号落实有条件行管令，当地所有的巴沙，包括批发市场、一般的湿巴沙、农民巴沙以及夜市，都被限制营业时间。受访的摊贩表示，有条件行管令导致顾客大量减少，因此他也寻找其他途径提供送货服务，一来可以减少与人的接触，二来也可以让顾客避免巴沙里的人潮。Sebelum PKPB itu niaga boleh macam biasa lah, ikut SOP apa semua, pasar pun boleh buka operasi macam biasa. Tapi selepas PKPB ini, MPK suruh tutup, jadi tak dapat niaga lah dalam masa 2 minggu macam tu.不少摊贩投诉限时营业导致生意一落千丈，但是他们也感到非常无奈，因为落实有条件行管令也是为了遏止疫情扩散。政府也呼吁红色区域内的民众给予耐性，遵从政府的指令，减少出门，以免被感染。继雪兰莪色迪阿拉姆购物广场的健身中心传出确诊病例之后，武吉丁宜永旺商场的健身中心今天也传出有会员确诊的消息。目前该名病患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他的家人随后也会接受病毒检测，目前被指示在家里进行自我隔离。涉及的健身中心在文告中指出，该名会员最后一次到访有关健身中心是在本月6号下午，当时会员并没有发病的症状，当天也没有参与堂课，只是在举重和机械区范围活动。文告中提及，该会员是在8号开始出现症状，随后便自行前往巴生中央医院接受病毒检测，10月11号确诊后已经被送往双溪毛诺医院接受治疗。此外，健身中心接获消息后已经关闭，同时进行全面消毒，所有的员工以及会员也已经安排进行病毒检测，至于何时会重开则有待另行通知。柔佛马西地区出现确诊病例之后，巴西古当市议会昨天决定暂时关闭马西公共巴沙和当地的沙巴市集，以遏制病毒蔓延。根据记者的观察，摊贩遵守市议会的指示，暂时停止营业，同时将自己的摊位整理好，以方便消毒工作的进行。Semua penjaja diminta pindahkan barang sebelum pukul 12, sebab ada kerja sanitizer。根据巴西古当市议会的文告，所有的摊贩不被允许营业，直到本月17号。受影响的包括马西公共巴沙的60名摊贩，以及沙巴市集的28名摊贩。一旦有人违反，当局不会发出警告信，而是直接采取对付行动。公正党主席德许安诺宣称获得120多名的国会议员支持他出任首相，组成新政府，结果引来多名巫统领袖报案。警方今天向媒体证实，有关当局已经开档调查，并且将会在近期传召安诺录取口供，但是没有说明确实的日期。
全国刑事调查总监 Dado Huzil 今天中午发文告指出，警方是针对巫统而联突国会议员的投报，援引刑事法典第505条文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开档调查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国会议员支持安诺的事件。至今为止，警方一共接获了6宗类似的投报。他补充，警方原本计划安排安诺在今天早上11点到古吉阿曼警察总部录取口供，不过在联系安诺的机要秘书时，对方告知警方安诺只有在明天早上9点才有空，因此警方决定另选一个适合的时间安排他录供。警方也劝告民众不要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以免引起民众恐慌。警方将会严厉对付那些散播虚假、不实以及混淆民众消息的人士。这节华语新闻就给您播到这儿，我是刘振业，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